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继续玩我们的模拟市民四猫狗走动员系列。那我们再继续吧。我们的阳光兽医院好久没有开张了，感觉是时候回来开一下了，超怀念的。因为我觉得开兽医真的超好玩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吧，我们小鸡哥在做什么呢？要来一个深夜门诊吗？那我们看一下吧，我们小鸡哥在干嘛呢？那我们的小鸡哥呢？哇，我都忘记了。我们小鸡哥家里还有这位吸血鬼的帅哥，我们小鸡哥曾经做过哈密，我都忘了他在家里了，我们放他出门吗？还是要把剧关着？我不知道耶。哇，我们小鸡哥状态有点糟糕啊。好，那我们让我们的小哇，你想干嘛？不是吧，你小心，我小心啊！天哪，恩将仇报，古曲哥，你这样做对吗？恩将仇报哦，天哪，小极光救你的命，结果呢？你就是用吸血的方式回报小极光吗？你这样做对吗 ？Gucci， 对得起那些良心吗？天哪！还笑，边吸边笑，超变态的！天哪！小极光被榨干了，昏倒了。所以他对我们小极光来的是深度吸血。我的天哪！小草莓，怎么保护我们小极光？还在旁边睡觉。我们小鸡哥被吸血吓昏倒了，所以哥哥不是应该要忠心护主吗？小草莓睡在旁边，一副事不关己样子，想说：“好吧，你吸吧，要干嘛就干嘛吧，我要睡觉，不管，什么事情都不能阻止我睡觉。”这就是小草莓的心态吗？啊，真是的，听到可怜呢，超心疼的。小鸡哥竟然被吸血吓昏倒了，然后古曲哥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生气了。好，我决定呢，等一下让我们小极光骂他一顿，骂完之后呢，放他出门，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吸你救命恩人的血？你想干嘛？感到内疚了吗？内疚都要开始跟地上的空杯讲话。啊，我的天哪，他怎么搞的啊？怎么可以吸你救命恩人的血？真太过分了，气死人了！一回到我们小极光的家里，就看到这么惊悚画面啊！而且我会发现一件有点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啊，不是食物上面都写说品质，然后写是谁制作的吗？谁料理的食物，然后这个水它会写，水就写说是亚麻古奇制作的，水还需要制作吗？不是打开水龙头就有了？啊，真是的，气死人了！好，我们超级关的先去上个厕所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准备要开骂了，太过分了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啊。不过他这样子这么小极光，我们还放他出门吗？感觉越来越不想要把他放出门了，太过分了。有点想把他去棺材关到一个我们小极光他碰不到我们小极光的地方。我爸爸来了，爸爸邀请我们的小极光出门。好吧，让小极光出门一下好了。因为感觉小极光好像需要点心灵慰藉啊，刚被姑许跟吸血玩应该超级惊恐的吧。好吧，让爸爸安慰一下好了，那就走咯。那我们小极光呢，干脆邀请全部人家人一起去。家人为什么没有家人？等一下怎么搞的？我们小极光的交友的清单全部不见了，全部归零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为什么家人全部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天哪，对啊，怎么搞的？我们小极光只有跟他该不会吸取我们生命精华吧？等一下，古曲哥该不会对小极光吸取生命精华吧？是这个样子吗？应该不是。如果是喜剧记忆的话呢，那理论上全部人都要完全净空啊，这里没有净空。不过奇怪，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？完全消失了。好，算了，小极光自己去好了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呢来到这个幽灵古堡。这是什么恶灵古堡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叫做闹鬼的一个古堡。这个是欧式花园，这地方刚好在开一个派对。我感觉爸爸超喜欢参加派对的，爸爸是一个玩咖之类的，所以爸爸呢超喜欢深夜邀请小极光出门玩。其实妈妈好像有邀请过吧，不过超奇怪的啊，跟我们小极光呢答应爸爸邀约的时候啊，可以选择要带谁去嘛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家人呢，还是只能带在那个场地上的人吗？应该也不是啊。好，因为我正在看了一下呢，我们小极光跟家人的关系都还在的，所以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出现，怪怪的。好笑的没关系，对啊，大家都在啊。杯子皇后蛋糕，杯子蛋糕皇后，
已经开始帮我取绰号了。杯子皇后蛋糕，一种新口味的蛋糕，皇后口味的，吃起来好吃吗？有点玫瑰的味道。好，没有啦。好吧，至少小极光的友谊关系没被洗掉咯，可以安心了。刚真吓死了，以为是 Gucci 哥真是这么恩将仇报，竟然把小极光记忆洗掉，太过分了。吸血是一回事，如果把记忆洗掉的话，真是超过分的。好，那么小极光，你跟爸爸聊天一下吧。跟爸爸说怎么办，我被吸血了，超不舒服的。爸爸，有什么建议给我吗？有没有什么防范吸血鬼的主意吗？家里应该摆些大蒜吗？啊，不过爸爸，家里就躺着是吸血鬼，我该怎么处置他？小极光有去哪边？小极光跑到旁边这里，想要干嘛？到这个地方，哇，这里风景太好了吧！哇，这地方有一个烤肉炉哎，和这个地方呢，户外的可以吃东西的地方，气氛也太好了吧！小极光肚子饿了，小极光烤了什么东西？小极光在烤鸡肉。好吧，小极光肚子饿了，我们就让他吃完东西之后呢，再去找爸爸聊天吧。我看一下小极光的吸管孔，哇，超大的！这Gucci哥的牙齿应该直径还蛮粗的。对，我感觉小极光的这个是被吸血的痕迹，感觉比较大呀。跟之前看到 Angel 的那个痕迹还有尼克痕迹比赛，感觉 Gucci 哥比较大一些，是不是？还是我错觉吗？我不知道。和小极光先吃吧，吃饱之后呢，过去找爸爸聊天。你爸爸说怎么办？我被吸血了，有什么方法防范吗？等一下的妈妈吗？这里妈妈也来了，太好了。还等一下我们小极光去找妈妈。我妈妈说我被吸血了，怎么办？对，就拎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小极光吃饱了，吃饱就再过来。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地方哎，这也太美了吧，超美的。很喜欢这种好像围篱的感觉，超酷的。可惜为什么没这道具？为什么在我们建造模式没这道具啊？它只有这个，很像是这个，没有这个八角形的这东西，没有，好可惜哦。不然超好看的，超喜欢的。好，小极光，你吃饱了吗？小草莓在那边，我们小极光给小草莓一个。哇，小草莓坐在这里，超级乖的。好，小极光过来这里吧。过来这里之后呢，给小草莓吃一个点心。给他吃完点心之后呢，再跟妈妈聊天。跟妈妈说怎么办，你女儿被吸血了。妈妈有什么话要说呢？好，小极光过来咯。那么小极光呢，给小草莓先跟他玩一下。跟我玩之后呢，给他吃个点心吧。我怕小草莓肚子饿了。小草莓，刚怎么有保护小极光？小极光被吸血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小极光看起来不太耐烦的样子？好，我们给小草莓吃个点心吧，来，乖乖吃一下。好，吃了之后呢，诶，妈妈怎么不见了？妈妈呢？妈妈怎么消失了？爸爸在这里，妈妈不见了。好，蛮心，我们小极光呢坐过来这里跟爸爸聊天吧。跟爸爸说，爸爸怎么走了？怎么大家离开我们小极光了啊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小极光走回去跟爸爸聊天。你爸爸聊什么呢？你爸爸讲个友善的，他抱怨一下。你抱怨是怎么办？爸爸，你看我脖子，我被吸血了，我被咬两个孔，怎么办？你爸爸有什么话说呢？好，小极光过来吧。奇怪，九令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只剩下 Vivian？ 好，我们小极光在跟爸爸抱怨呢。你爸爸有什么反应呢？爸爸点头。哇，讲完之后呢？我们小极光跟爸爸变成好朋友了，有点好笑。好，再来继续吧。我们小极光呢，再对爸爸表示一下对吸血鬼的害怕的感觉。要是怎么办？被吸血了，感觉有点害怕吸血鬼，还是讨厌吸血鬼？早知道让他死了算了，没有，没有啦。我们小极光救人的感觉真超好的，是不是？虽然说呢，姑息哥非常的不知恩图报，反而还恩将仇报，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这超伤心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的救命恩人呢？好，那么小极光，你先跟爸爸聊天一下哦。你爸爸来一个，爸爸又要跑掉了，感觉爸爸不太想跟小极光聊天呢、啊，一直默默跑掉，好吗？是爸爸也不要走，陪小极光聊天一下吧。跑掉了，你去哪边？要不要去吃我们小极光烤的鸡肉吧？可能是，
这地方风景真超好的，真的，责怪这里。那么小机关呢，跟爸爸讲什么？讲一个。哇，爸爸说要走了。爸爸说呢，很开心我们时间一起出来晃一下，但是呢，我可能要走了，下次再见吧。爸爸你要走了？半夜凌晨，果然呢，全家人都还是夜猫子。即使我们小橘光搬家出来之后呢，家人还是全部夜猫子，就是凌晨不睡觉，凌晨出来开派对。爸爸跟妈妈刚都出来开派对，超好笑的，全家夜猫子，真跑掉了。爸爸真走了，好吧，那我们看一下哦。有什么朋友在这里吗？如果有朋友的话呢，那么小啊，妈妈在这里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哦。感觉我们小极光啊，也很久没有跟妈妈准令聊天了。什么小极光在跟妈妈讲话？跟她讲什么呢？跟妈妈聊一下，变成最好朋友，跟妈妈变成最好朋友，然后再来跟她讨论一下吸血鬼。因为呢，刚刚被吸血，一定要抱怨一下的。再对妈妈呢阐述一下害怕吸血鬼的感觉，然后再讲什么呢？讲一个好笑的，好，跟妈妈讲一个好笑的故事，然后再来拥抱一下吧，来一个温暖的拥抱，拥抱在那边，拥抱在这里。好，小极光快过来吧，免得像妈妈跑掉了。哇，小极光刚跟妈妈九令变成最好朋友了，超棒的。真觉得啊，如果说跟父母亲又像父母又像好朋友，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。这种感觉已经超棒了。有咯，我们小机关在跟妈妈讨论要是怎么办，我被吸血鬼咬了怎么办。妈妈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。然后小机关讲到一个婚戒，上面还有一个铁锤，是怎样？小机关不想结婚吗？不知道。哇，聊完天了，好，跟妈妈来个温暖的拥抱。好吧，我觉得差不多咯，感觉小机关可能要回家了，有点累了。明天早上呢，我想让小极光开门，感觉很久没有开业了，想了进兽医院了，超怀念进兽医院的感觉，你之前的水超好玩的。好吧，小极光回家咯，妈妈道别一下。妈妈，我们小极光回去了，下次再见。好吧，我们小极光离开了。是的，先回家咯。好，我们小极光回到温暖的家了。然后我们小极光呢，目前的资产口袋里有46元，全部资产了。46元可以干嘛呢？可以买一瓶矿泉水加一个三明治，还剩1块钱，太好了。好，没有啦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小极光的兽医院里有677元，好少啊，真的要开业赚钱了。而且我突然想到啊，小极光家里缺一台电脑，是不是没有电脑哎？感觉不太对，怎么可以过没有电脑的生活呢？感觉少点什么东西啊？好吧，小极光去睡一下咯，歌曲歌。啊，等一下，故事哥消失了，他自己不见了，我们明明没有放他出去啊，这故事哥自己跑掉了，我天啊，真的有没有？大家看到了吗？故事哥不见了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让小极光骂他就跑掉了，可恶啊，超可恶的，恩将仇报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小极光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他骂一顿，骂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呢，太过分了。好，小极光回到家里呢，先把小草莓加饲料叫他来吃，然后去上个厕所洗个澡睡觉咯。等下要起床，然后呢好好的开业一下赚个钱。真的是超级穷的。不过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、啊、我觉得看我们小极光自己的双手赚的钱感觉超成就感的，你感觉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先喂小草莓吃东西咯。小草莓快来吃吧，我们小极光花掉了我们的这个是1/4矿泉水的钱，给你吃饲料啊，希望你吃得开心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呢去上厕所，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呢洗个快速的澡，快速冲一下，随便冲一下就好了，因为很累啊，等下赶紧睡觉了。诶，我们小极光的存货还有吗？那些酷冰棒什么肉桂棒我都忘记了，地表最长伴手礼是不是还有吗？还剩一个东西，剩一个臭臭棒。好，之后再做一些。对啊，我们小极光的阳光牌兽医院伴手礼有名到连外星人都来购买耶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上次好像有一个外星人来买嘛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怎么了？妈妈打电话来了。哇，全家人吃夜不睡觉，到处狂欢，到处参加派对耶，太有趣了。
妈妈说小极光，现在城镇里呢有一个很棒的派对，要不要去呢？妈妈，我们小极光刚跟你参加外一个派对，可能要休息一下啦，下次啦。哇，我们小极光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小草莓跑到他的床上睡觉了。小草莓，终于愿意躺到床上睡觉了，怎么了？妈妈又问说小极光要不要回来家里呢？哦，还是不要喊，我们必须赚钱的，妈妈，我们身上有40亿元呢，你不紧张吗？算了，下次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极光赶紧睡吧。睡醒之后呢，又脏了，上次洗澡洗得不够彻底，好，这东西把它清下，太脏了，这个清下。哇，可以干嘛？可以对着空杯沉思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如果我们小极光对着亚麻姑去的残骸空杯一枚，还冒着诡异的绿光沉思，又有什么结果呢？你说啊，也开始对着空杯老天步上亚麻姑去的后尘。天哪，该不会是被亚麻姑去吸血之后他传染了吧？我们小极光这样开始对着空杯讲话，太诡异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了。好，我们小极光呢上个厕所，然后刷个牙，然后吃几个快速的东西。地上这一盘好吃，这个好像没坏掉吧？没有，好吃一下哦，必须省钱啊，东西还没有坏就把它吃一下吧。洗个手，然后刷牙了吗？吃东西。哇，小极光你干嘛？可以边刷牙边吃东西哦，太惨了吧，这样刷得干净吗？坐在这里开始吃。哇，小极光超级不舒服的，因为被咬了。然后小极光呢说这个水果蛋糕超级难吃的，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有这么难吃吗？我真觉得还好啊。对啊，我真觉得还好啊，可能有点化学味吧，有点感冒糖浆的味道吧，有点过期食品的味道吧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还蛮好吃的啊，是不是？大家有吃过这种人工的水果蛋糕吗？它不是真的水果蛋糕，它是加了一些化学的干果的这种好像棒蛋糕那种感觉的。其实我真觉得还不错啊，没有这些小人讲那么难吃，是不是？哇，小极光抱起小草莓，亲亲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把地上这个残骸弄掉好了，我们把这个卖掉。然后等一下呢，让小极光补货，用我们的极光牌、阳光牌、极光牌的酷冰棒没了，我们来做一些吧。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做一个减龄的东西好了。减龄的，帮你的宠物减龄。现在不是流行什么医美吗？帮你的宠物做点医美。医美不用打啊，不用打针的，用吃的就可以了，超方便。啊，这个是胶原蛋白啦，宠物的胶原蛋白饮，吃了之后呢，马上年轻十岁。好，做一个这个，再做一个肉桂棒，然后再做什么呢？现在冬天要吃什么？来一个，来一个这个好了，吃了会舒服的东西。不要再做那么奇怪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再做什么呢？再做一个液态氮的营养棒。虽然说天气已经很冷了，可是呢，再冷一点是没关系的。好，来做一下吗？我们补货一下，然后下一期呢，我想实行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等我们先补完货再试试看喽。来，小极光，先过来做东西吧，把我们的酷冰棒补货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只剩一个了。其实做这些周边商品啊，真的超赚钱的。感觉比实际看诊还要赚钱呢、啊，感觉实际看诊呢，看一个病患可能要看个多久，至少2-3小时跑不掉吧。而且小人们有时候都看超慢的，对啊，都看好多个小时。然后酷冰棒呢，他们走进来买，然后出去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块了，真是还蛮值得的，蛮划算的。小小极光，现在有空呢，多做一些吧。我们把存起来。小极光，你干嘛？啊，怎么搞的？跑掉了，都还没做完就跑掉了。小极光，这超重要的，为什么不做了？对，为什么不做了？你叛逆期吗？我快回来做。怎么跑掉了？都还没有做完呢，液态氮的营养棒做到一半。好，回来回来，把它先做完。怎么又不做跑掉了？为什么？小极光，你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乖乖的自由意志。小极光想干嘛？他跑过来这里清掉亚麻姑去的残骸，不要清，不要清啊！放下那个杯子，这个是亚麻姑去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一个东西，必须留着。亚麻姑去的什么衣冠冢之类的纪念碑，不要清啊！放下它，放下它。好，对，放着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把这做完吧。
为什么不做这东西啊？超奇怪的。有了吗？有了，好，太好。对啊，那个杯子可以让我们留着，想念一下古曲哥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想念他，他对我们小嘴巴超坏的。好，坐一下吧，快把这去做完。怎么跑掉了？要跑过去亲这杯子？小子，刚才怎么搞的？你这么想要清除掉关于故事哥的记忆吗？一直想把那杯子清掉啊，不愿意做东西啊，是因为太不舒服吗？可能是。哇，感觉小极光啊，真的是不舒服到不愿意做东西啊，不愿意制作酷冰棒。好吧，算了，让小极光呢带小草莓去跑步一下吧，带他去散步，看能不能借由运动分泌一些脑内啡，让小极光开心一点。好，我们小极光呢带着小草莓去运动吧，去来个短跑，跑步一下。来吧，小草莓，我们小极光带你出门玩。哇，哇，不是吧？小极光，你这叛逆期耶！说好带小草莓出门玩呢，结果呢骗了一下小草莓，但小草莓超级兴奋的到处摇尾巴。结果跟他说：“小草莓，我们要出门玩呢，带你遛狗哦。”而下一秒，跳到旁边的浴缸里开始泡澡。小极光，你这样对吗？怎么搞的啊？就是不受控哎！不要逼我关掉你的自由意志啊！我很不想这么做的。好的，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要亲那杯子了。小极光一直想把那杯子清掉，怎么好笑啊？去跑步好不好？跑个步没那么难吧？带小草莓去跑步一下，我们再试一次啊。有了吗？有了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小极光不会执着于那个杯子了。拜托，留着那个杯子。我一辈子都不想把它清掉，留着。那个空杯呢，就当做我们小极光拯救故事哥的一个奖杯那类东西，感觉超酷呀、啊！跑完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啊？一瞬间而已。好吧，我们小极光感觉今天不太想做药品哎，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吧。那我们今天玩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。如果喜欢，请帮忙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，接收最新消息哦。以及要订阅朋友呢，开订阅旁铃铛，就可以在我上传影片就收到通知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